出队。一乡二里共三夫子，不是四书五经六艺，竟敢教七八九子，十分大胆。对啊，怎么不对呢？你不给我面子，我可真的要发飙了。武林要以和为贵，十九招打出八掌，七腿六指，五连四掌，然后再三拳两脚，一刀至极。好工整啊！花汉子，你来的正是时候啊！朋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在下是七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，绰号对王之王的对川长，阁下是花花。朋友们好啊，我是虎安学院太极门掌门马保国。好，我就来会一会你。传统功夫是讲话就的四两拨千斤。言归正传，我们开始了。图画里龙不吟虎不啸，小小书童可笑可笑。拳台上左正蹬右边腿，大意了啊，没闪没闪。莺莺燕燕翠翠红红，处处融融洽洽，松松紧紧和和口口，接接呱呱呱呱。快出对子，对死他，对死他！十口心思，四军四国，四社稷。五边快打，打脸，打脸，打停停。啊！哎，好哎，好哎，好哎！我上等威风，险些一身虎胆。你不讲武德，西王耗子尾汁。我堂堂参谋将军会输给你个书童？你家坟头来种树，屁股蛋蛋腰夹住，鱼飞过手入我肚，我爹的是真功夫。我劝这位年轻人耗子尾汁，好好反思，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聪明小聪明啊！谢谢朋友们。